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炒的这个青菜，然后辣椒炒皮蛋，然后肘子肉，还有这个凉拌的这个竹笋，选择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炖的这个筒子骨，然后里面放的萝卜炖的，然后这是自己泡的这个辣椒，炒了这个青菜跟这个豆腐乳，下饭豆腐乳啊。这个肉炖的时间太久了，结果全部都炖烂了，这个骨头。拜拜。